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今天来收一下这个木薯回家。电线杆，哇，这个够大吧？你看，这么长，哇！你看，哇，这个都有十多斤。哎呦，哇，这一根啊！没想到它这里结这么多，我才拿了一个桶来。这个桶可能装不完喽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。喜欢小凤的视频，记得点击关注哦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